葛聂为什么还不出剑？这样下去不行。剑客的生死成败是靠手中的剑来决定。葛聂正是背负着天下第一剑之名的男人。你到底在等什么？为什么还不出剑？
虽然曾经听说过它的威力，但是亲眼看到还是比想象中更为惊人。原来葛聂一直退让是在积聚见识，犹如弓弦被拉得越弯，反射之力便越强。你现在上去会比他们任何一人死得都快。